嘅。嗱，除咗我之外咧，仲有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朋友啊。喂 ，Kimman， 欢迎你。喂，你好啊，家谦，哇，真系开心，能够坐喺你隔篱咧，搞到我好似想报新闻咁。好啦，一齐睇波。球正吹鸡，开波。阿尔克马尔对车路士。沙拿努迪格这个拦截真的靓啊，个波真的要比好啲喎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睇佢眼神啊唔多高興，你都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對手後防啊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準啲先得。高空傳球，呢球波過唔到啦，係都唔俾你過啊！艾斯派古達攞到個界外球。莫迪力身形占优啊！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努迪格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！艾斯派古达尼马，睇下边个队友可以接应、啊。华拉提截得好啊，解除个危机先，有机会突破。尼恩戈兰呢个直线靓啊，传得靓啊。雷斯踢走个波，个波传入禁区，起埋门，简迪。奥斯卡整脚直线，亚古路比比咁就送个罚球俾人。咁远咧就唔好射啦，斩嘥咗嘅啫。比比好快咁向前传，艾斯派古达，拿祖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系界外球啦。努迪格。奥斯卡，奥斯卡试下扼埋去啦！亚古路已经喺对方嘅心脏地带度啦。华拉提向前传出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雷斯、尼马、浪高个波，撩高个波。呢个会是界外球，艾斯派古达跳到尽顶呢一个波，呢球波扑得好，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，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。基斯文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。我谂佢拖得太慢啦，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。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队友咧，就有机会。奥斯卡喂脚直线，
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直接长传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简迪呢球波挡得好啊！界外球。迪布尼、奥斯卡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个波传咗去侧翼啦，基斯文、鲁迪格好快咁向前传，传波唔够准啊！守得好，佢知道唔俾人过得噶。迪布尼，哦，上半场完啦噃，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嗱，今场嘅埋门都唔少啊，不过咧个比数都系冇喐过，都仲系0-0。下半场开始，下半场开波，两队咧仲系未分胜负，难分难解个只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比好啲至得啊！嗱，呢个波比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传翻去后边啊，重新嚟过啦。直接长传，传得好靓啊！斯朗拿度、艾达韦列特一个靓波，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！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基斯文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帕尼祖。华拉提、迪布尼抢翻个波翻嚟啦！呢球波啊，同期望有好大距离喎，睇嚟。尼马吊高个波，呢次进攻咧俾人阻截咗啦。试下呃埋去啦，截得好。莫迪力，企啱位，截得好好啊！呢个角球机会嚟噶，好机会啊，可以去庆祝啦！沙拿飞埋去攻入呢一球，嗱，快人一步咪你想达到啦，好似佢咁，咁啊攞到个波啦。
僵局打破了，而家比數是1-0。嗱，而家對波就要睇下有幾多鬥志啦，落後一球要追上嚟，唔係好難啫。斯朗拿度，非常時候梗係有非常手段啦。嚟到呢個時候啊，射佢啦！奥斯卡射入，呢球靓啊！但无论有几多人围住佢啊，佢都好似唔惊咁嘅。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只马骝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！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哎呀，呢头入波，嗰头又俾人追平啦，又要重新嚟过啦。斯朗拿度横传揿出嚟。弹出底线，角球嚟嘅。帕尼祖拉弓，呢球点咧？搞掂，呢个波入咗。边个射入呢一球波嘅咧？啊，呢个入波都算符碌啊吓。车路士喺呢一场比赛领先紧啦。呢隊波咧就擅長進攻啊，多過防守嘅。不過而家睇落咧，係時候踢得保守少少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有機會反擊啦！哇，想隔眼過人，喂，餐屎啊！奧斯卡傳個低波入嚟，華拉提向前傳出。文迪苏杰两边都 hold 唔到波啊，睇嚟就似越位嘅啊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喺我哋呢度睇咧，我真系觉得好似冇乜越位嘅，不过我信旁证嘅。简迪传到去侧翼，尼马。尼马斩中，咦，解除危机啦！立到个波，仲有时间。想入多一球波咧，系好事嚟嘅。不过万一如果唔小心俾人攞到个波反击咧，就危险啦。帕尼祖整脚直线出界啊！接得好啊！嗱，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向边线传，唐正举旗表示系越位。哇！呢个直线咧冇人估得到啊，不过唐正啊睇得好清楚，原来越位。不明白為何他們不可以踢得積極一點，這個是他們唯一機會。莫迪力，奧斯卡，這個直線漂亮啊，奧斯卡這樣都不用輸，真的執回身材啊他們。不過我奉勸他們一句，不要再被對手入禁區了，否則球迷真的隨時心臟病化了。奥斯卡，奥斯卡分边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哇！我谂佢哋都吓餐死啊！呢个波点解唔入咧？就即系我都唔知道。不过总之就冇入到啦吓。踢个地波入嚟，个笼啊夹到实一实嘅。球证表示比赛结束。车路士可以话赢得非常之戏剧性啊！佢哋展现出好强嘅斗志同埋拼搏精神，令到佢哋可以反败为胜。喂 ，Keyman 啊，佢哋咁样从后追上嚟，有咩高见先？